你等会儿要播，你要开的话，我们就把直播什么你开一下。不是，我没有给他意思。你开你的，我把我这个。你又要跑一个。我要转，我要转。我要转。他开的就让他那里边有，因为他那里边有客户。对，他那里边有。你那个是播了多久？人家是什么号？我们就视频号，你就播你吧，没事，我把我这关了，然后我们直接往群里转就行了。